不好意思，请问有 what's up？ 我今天来到三剑客体验健力三项，我现在搞不清楚什么状况。盖伊，现在状况到底是怎样？到底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到底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哎呀，莫名其妙，干什么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体验要先预约了。哈哈哈哈。器材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准备了一个题目来跟异乡人玩有奖征答。好，你知道健力三项有哪三项吗？哪三项？我猜猜看。来，硬举有，卧推有，还有一个我想不到。给你一个提示好了。深蹲 squat。深蹲耶！ Yeah! 建起来。恭喜你得到含有铆锌的乳清蛋白一盒。认真。认真，里面有十几种口味。哇，谢谢！可以随着你每天不同的心情选择不同的口味来使用。哇，太棒了！正好需要这个乳清蛋白。没错，我知道你看起来很需要蛋白。对，是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体验吧。耶、yeah ！不过在开始前，我准备一则笑话要来跟异乡人致敬。哇！哎呦，见人挑面酒。没错，见到了见盖伊挑面酒客的时间了。有一天，波波出国旅游，来到了饭店，他进了房间，看到地上有老鼠在跑。哎，可是波波偏偏英文不好，他就打电话想跟服务员讲，他打电话到柜台，就是跟柜台说 ，Do you know Tom and Jerry？ 于是柜台就回答他 ，Yes sir。这时候波波很开心 ，Oh yeah，Jerry is here。好的，好的，哦，汤姆猫与杰利鼠，啊、哦，杰利鼠在现场，器材已经准备好，气氛很尴尬啊，我们赶快重训吧，谢谢，谢谢，要慢慢自己离场哟，我保护他哟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卧推开始吧。好，对，我先看一下你的动作好不好？你看一下我的动作是不是？哎，你平常有在卧推吗？有啦，有做过，但我知道不是很标准。没有关系，我今天就是来让你变标准。好。站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回去。哇，好累哦，好累。太累了。草莓组，草莓，草莓组。刚刚动作其实还不错哎。你认真？是认真还不错。第一个，他做的很好的就是他的头、他的上背、他的屁股是完全贴着 bench 上面的。哦。他做的很好。所以不用拱腰，有些人不是说拱腰。有些拱腰那是一些技巧，就是为了。减少杠跟身体的距离，减少行程，让它可以推得更重。对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要去比赛或是去追求大重量这件事情的话，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去拱你的背，了解，然后这样子。好，对，然后异乡人的手也很好，对，他的握杠是用出拳的方式握杠，他是握在这个位置。有些人会去折，有些人会放握杠会去折手腕，这样不好，这样对腕关节的压力负荷太大，容易受伤。所以是要平的还是要有点的？尽量平，尽量对。这几点做得很好，那再来就是一些小问题。第一个是我觉得你的握杠位置有点过高一点点。哦，对，握杠位置应该再稍微低一些。握杠位置，那一刚开始。头的距离跟这个到底是要在前一点还是？你可以稍微可以眼睛对杠，哦，眼睛对杠，稍微接近平行，或者是在你的眼睛
下方一点点。好，对，然后我觉得你的手肘有点稍微打开了一点。哦，了解。会比较用到肩膀，比较用到你前三角，去做卧推。嗯，但我们今天要练胸，所以你可以卧展，稍微再展一些。小拇指对立环，对里面这个立环。OK， 小拇指对它。对，然后呼吸，吸饱气，出杠。好，慢慢下放，慢慢下放，到尽量到这个位置。对，再低一些，好，气用力起来，对，然后再一次吸饱气，再下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来，继续用力推起来。啊，好，都换了。啊！各位，大家都上了一课哈，别看医生。这人该因心思把我 YouTuber 的生涯今天就断绝了。好啊，不要，这个是关节中间的一个小气泡，这个还好。啊，小气泡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好，好。那要不要垫脚尖呐？哦，有些人就是说要什么垫脚尖之类的，就是要尽量。也跟大家讲一下，脚掌就是完全贴贴着地面就好。OK， 完全贴地面。了解。这是一个力量的传导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最后想跟人讲一下。呼吸的部分，因为今天做这重量可能比较轻，对对，但是呼吸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吸饱气，起杠，换一口气，吸饱气，闭在你的那个腹腔，把你的核心巩固起来，还憋着这口气，到底的时候，微微呼出一些气，减少你的血压，所以出力的时候是吐气，对，出力的时候是吐气 ，OK， 有些人会闭气啊，但如果闭气会不舒服的话，就可以微微呼出一些气，了解，到底，好，然后重新吸饱 ，OK， 再一次，好，我们做最后一次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一次要不要帮你加一点重量？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，来啊。下蹲，然后摸摸杠就好，还不错。你还知道就是脊椎要保持中立。对，好，现在好，再一次往前站一点，往前站一点，对，再往前站一点，好，再往让你的杠接近你的胫骨，哇，对，这么近哦。好，再试一次刚刚的动作，好，还再一次，好，一样下背保持中立，很好。然后你要尽量让你的肩，肩关节跟你的腕关节尽量垂直，尽量垂直啊，哦，用到完全，但是尽量就好。哦，所以你可以贴着，你可以再站宽一点没关系。哦，对，然后贴着你的腿，好，然后下背保持中立，稍微缩一点下巴往斜下方看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先站起来。开始酸了。蹲久会酸，所以通常一下去调好之后就直接站起来。了解。对，我做一次给你看。好。首先，你站好之后，稍微与肩同宽，接近胫骨，不要贴着哦，就接近就好，然后下蹲，然后握到一个好位置之后，先绷紧上背，就这样拉紧之后，然后吸饱气，站起来，就往前宽往前顶，好，然后打直，好，对，然后再慢慢往下。绷紧拉紧就是这样子放松了，看我手这样放松，这样是拉紧，先绷紧之后
在踩地板站起来。好，对，因为有些人会软趴趴的，就直接这样拉，就会被拖到。OK， 所以你要先拉紧，之后再站起来。好，绷紧你的手臂、上半身，然后直接站起来，很好，臀推慢慢下放，可以了，下放。小小绕膝盖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种就是要靠训练。好，我还在学习。重复的训练、反复的训练、多训练，自然会慢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身体的位置。好，了解，谢谢盖医。好，接着是第三个动作，深蹲的部分。深蹲，最近在练体哦。好，之前有深蹲过，对不对？有。直接来吧。哦，所以你刚刚念完那段话，没有要做其他的事情。哦，你要我先示范吗？好，来来来，等等，这个方向有点问题。啊啊啊！我往前，我往前。你看，马上就做错了，慌慌张张的。来，好，首先呢，对头，先抓好握住，差不多就好。是，抓一个差不多，然后对准杠，正中心，正中心往前跨一步。嗯，好，下去。嗯，瞧到你要的位置。嗯。站成定位，嗯，用腿的力量站起来，嗯，有些人他不往前站，他直接这样子，他直接这样就起来了，嗯，对，这样在大重量的时候其实很危险，哦，会有折腰的动作，所以你一定要站到杠的正下方，嗯，然后用腿力量站起来，站起来之后往后退，嗯，大概两步半，退至定位，然后一样吸饱气，然后站起来。所以脚打开是与肩同向，这个看人，每个人他的身体构造不太一样。好，先抓一个差不多的位置，对准中心，对准中心，找到放杠的平台，没错。好，站到杠的正下方，臀推站起来，没错。吸饱气，下蹲。再下，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再吸饱气。好，好，再接着。好，再往前吗？对，往前。下蹲。对，很好。先站着，先吸饱气，我看一下。好。吐气，吸气，好，再看大家看到，它这个叫做把气吸到胸腔，嗯，但是我们在重训的时候，吸到肚子，为了巩固核心，嗯，所以要把气吸到我们的腹腔 ，OK， 所以肚子会变大，它的作用就是为了巩固核心，支撑你脊椎周围的肌群。嗯，保护你脊椎周围的肌群，保护你的核心肌群。了解。对，所以吸气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胸都挺起来，但是其实胸不太会动。哦，肚子会鼓起来。那我们的脚掌到底是往外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角度？因为有些时候会搞不清楚。这跟你脚掌，这跟你的构造有关系。你先用你最自然的方式下蹲到底。下蹲到底。对，你手可以往前。对，最舒服是这样子吗？你这样是。这样可以让到，基本上这样就已经接近你的深蹲脚的位置。哦，像我自己，嗯，因为有些人他适合脚尖稍微往前，嗯，当然我们膝盖一定要顺着脚尖的方向。是，有些人会习惯脚尖朝前面，嗯，但有些人会习惯外八一点，哦，这样他会很顺，嗯，他可以很顺的下蹲，然后下背也中立，嗯，就可以蹲到底，因为你。有些人这样蹲到底，背会凸起来。嗯，但是深蹲不能圆背。嗯，对，我们一定要让脊椎保持中立。OK。所以找到一个你脊椎可以保持中立，可以下蹲到最低的站的方式。嗯，对，像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站得比较窄。嗯，但是很外八。嗯，我会这样蹲。
就会比较吃我的内收肌。了解。对，如果你是站比较往前的话，就会比较吃你的股四头。因为有些时候，因为我自己是扁平足啦，所以我有些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蹲才会那么施力会比较有，又怕太开的话，因为太集中的话，我怕我往后会浪费，会往后倒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你才要找到一个最刚好脊椎能保持中立，但是又能下蹲到底的位置。嗯，这样子，像你可能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对，那你就可以一开始就可以先用适合你的方式去做深蹲。了解，对。之后可以再慢慢调整。OK， 了解。主要就是你的站距跟站的位置，跟你呼吸的地方。嗯，对，因为我看你有一个好习惯，就是你的脊椎会一直保持在中立。嗯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。了解。一定要这样子。OK。不管做什么，一定要把你的脊椎脊柱，整条脊柱，脊柱，包含我们的颈椎这一段，胸椎这一段，腰椎这一段，这一整条叫做脊柱。一定要把这一整条保持在中立的位置，做任何重训动作，会给人一种很诚恳的感觉。乔先生是你，差不多啊，聊一聊，差不多休息了，比较准的。正常。哎呦，等一下放钢管。不能玩笑，到时候被网友骂。笑什么？收到这个建议，所以调整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还有点不太习惯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习到。对，其实任何动作也都是这样子哦、喔，像硬举也是，吸气也是吸在腹部，腔，你在做卧推也是，吸在腹腔，深蹲也是吸在腹腔。对，记得做任何动作，巩固好你的核心，好不好？保护你的脊柱。了解。OK， 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里面聊。走。体验完感觉怎么样？体验完哦，其实我觉得今天蛮开心，可以来到就是盖伊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上面。我要认真讲，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于健身的资讯一直很好奇，然后很想要去了解跟搜寻。可是其实现在很多健身的 YouTuber 其实非常的多，其实很多的资讯我们常常也不知道怎么了解，或者是因为我们都从影片上面。可是今天有一个亲身的体验现场，然后有人教你动作，我觉得那才是最好的一种去学习事情的方式。对啊，因为学动作，其实姿势这个问题，就是真的是量身定做，就真的是找到一个最符合你自己的重训动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不要去模仿别人的动作。就你看有人啊，握很宽啊，虽然他推很重，他手肘打很开啊，你就去学他，然后你就手肘肩膀受伤，对，其实不适合你的动作，你不要乱做。是，就像今天就帮异乡人找到比较符合他自己的身体构造的一些姿势啊，但是还是要再学习练习，对，还是必须靠时间来练习。是，以后是真的会去健身房重训吗？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，就是有人带我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或者是谁有时间可以带我，其实有伙伴一起健身，我觉得是比较开心。所以后我的影片会一直出现异乡人。好，如果也是可以啊，反正大家一起成长嘛。一起成长嘛、啊，我练 rap。你练重训，对不对？好 ，OK 的。到时候两样都没搞好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希望有空真的常来健身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。对，我是健人盖伊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Yeah, 也记得订阅异乡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里面有很多什么饶舌，有趣的饶舌，有趣的饶舌。不是，重来啊！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影片。有趣，对，笑话，然后饶舌，然后还有一些搞笑的，希望大家如果你缺少欢乐幽默的，欢迎来找我跟大家分享。反正总之就是看了会让你心情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不一定，但是有几率，对，我会继续努力让这个几率增加。对，谢谢。
谢谢一箱人，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